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my， 大家也可以叫我艾美妈妈。那今天呢，主要呢想要跟大家谈谈孩子在 SPM 或者是 IGCSE 过后呢，到底有什么升学的选择呢？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 OSSD 课程。那到底什么是 OSSD 呢？ OSSD stands for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， 也就是加拿大高中文凭。OSSD 课程与马来西亚的 STPM 还有 A-Level 是同等资格。那 OSSD 课程呢，也是受到世界认可，可以直通国内外的大学。与那些有兴趣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呢， OSSD 课程更可以让你以加拿大学籍去申请加拿大的名校。那 OSSD 课程呢，着重于研究以及演讲技巧，为迈进大学呢做好准备。那在马来西亚的同学们现在有福了，因为您可以选择在线下上课或者是在线上上课去完成你的 OSSD 课程的。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，欢迎来联络我，我是艾美妈妈 Amy。